抓住抓住，小伙子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坚持住。男童手抓安全绳悬挂在半空中，随行有人拼老命试图将他拉上吊桥，不料男童从衣服中滑落，直接掉落谷底。7月22号下午，坠落游客为一名10岁儿童，经初步诊断，其腰椎、胸椎骨折、头皮裂伤，暂无生命危险。中国湖北省这名男童疑似踩空滑落吊桥，安全带松脱悬挂空中，所幸暂无生命危险。不过在天津，另一名游客疑似身体不适导致昏迷，人和吊索挂在空中一动也不动，没想到在救难人员上拉过程中坠落，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。一天两起相同意外都发生在中国当今最红的体验活动步步惊心桥。步步惊心网红桥是两道并排的吊桥，通常一边是木板桥，一边是玻璃桥，中间每间隔一个框就会有一个桥板，底下不是离地好几公尺湖泊，就是万丈深渊。过来了呗。有民众吓到双腿发软，不敢前进，但双脚悬空以及吊桥左右摇晃的刺激感，仍吸引许多年轻族群前往打卡体验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下午来到了白果山步步惊心高空的体验。虽然民众体验时都会穿上安全装置，不过游客坠落意外频传，再度显示游乐区当局安全控管漏洞百出。三立新闻谢鼎豪报道。